秦始皇兵马俑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当世界各地的人们满怀好奇来到这里，亲眼见到这些历史奇观的时候，他们最为深刻的感受只有两个字：震撼。这一双双怒瞪着的眼睛已经这样凝视了2000多年。当我与他们对视的时候，我眼中看到的是来自历史深处的杀气。秦汉历史文化是我一直以来研究的重点，我今天还是第一次有机会走进兵马俑一号坑，身临其境地感受它们。这里屹立着的是秦始皇的军队，他们都曾经是大秦军团真正的战士。当如此近距离观察的时候，兵马俑身上的一些细节让我浮想联翩。从兵马俑的造型看来，他们明显曾经装备着各式武器。那么我们来看这只手，他们拿的什么武器呢？他们是怎么打仗的呢？这些2000多年前的陶俑所代表的，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像这个武器，我们可以判断它是这样拿着一个武器。这个环实际上是射程弓箭的箭头。这是钉，固定甲片与甲片之间的这个钉子。虽然秦始皇的大秦军团是当时东方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秦国起初却只是偏于西北的边陲小国。经历了几百年战火的锤炼，他们从春秋战国激烈的厮杀之中脱颖而出。这支被称为虎狼之师的军团曾经征战四方，他们西域戎狄，东灭六国，南征百越，北拒匈奴。这是一支沉睡了2000年的一支军队，一支铁军。然而大秦军团到底有多强大？他们身上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惊天秘密呢？就在这架古代战争机器从长安出发一统华夏江山的时候，地中海亚平宁半岛上的古罗马人也在世界的另一端雄霸一方。如果我们从历史中搜寻信息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古罗马人早已意识到其实自己并不是那么强悍，他们的智力不如希腊人，体力不如凯尔特人，技术不如伊特鲁里亚人，经济不如迦太基人。可是为什么偏偏就是这样的古罗马人最终却建立了一个历史长达1000年的大帝国？古罗马人之所以能够雄霸亚欧非三大洲，正是因为他们有一支令敌手闻风丧胆的古罗马军团。这是图拉镇济公柱上的一块浮雕，是一幅战斗场面，明显的看出来罗马人还有他的敌人达契亚人。他们从不畏惧强者，越是血雨腥风就越是勇往直前。他们骁勇善战，在1000年的征途中从南欧落日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宰。古罗马军团一路披荆斩棘，在征服的道路上可谓战无不胜。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书写了自己的历史，又以什么样的赫赫战功成为2000多年来不可磨灭的传奇？强者并不是天生的，大秦与古罗马在他们成为古代军事强者的这条道路上必定留下了远超对手的智慧。而这就是我行走在长安与罗马之间不断探寻的答案。那么就让我们一同追问，究竟什么样的道路
才是古往今来的强者之路呢？历史在这儿抛给了我们一个充满悬念的谜团。陕西周至的一间铁匠铺，因为制作各种古代兵器而远近闻名。为了能寻找秦军强大的秘密，我来到了这里。是不是方天画戟？薛平贵拿的。薛平贵啊、哦，你这都是唐代的是吧？啊、哦。故事里常说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这里应有尽有。明白了我的来意，铁匠师傅说，作为陕西人，他要特意为我打一把最能代表大秦的武器。那究竟会是什么呢？王师傅，您这做的是什么？这叫戈，根据那个秦始皇兵马俑出土的那个戈的样子打的。哦，你的根据是在秦始皇兵马俑。哦，没错，我要寻找的就是这种曾经在2000年前所向披靡的秦军的长戈。它地下仓库的包装间，我们在这儿去看几件很珍贵的军事文物。哦，这就是戈，这种光亮是当时就有原有的，对对对，出土就是这么光亮。经过分析的话，表面有一层铬盐氧化物。我们在图片上也看到这个，但是真正点对点儿，还让人兴奋不已啊！用镀铬来形成防锈膜，这项遗址被认为是20世纪才有的高科技。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被秦人用在了秦歌上，这种技术为我们封存了秦军武器的原貌。这个柄是这么装的，后边也能够使用，因为你看，它这个角是非常锋利的。对对对，可以勾，这是啄，勾啄，对，这还可以推，对推。这个武器是综合的，寒光刺人的。那么，秦人为什么会选择这种兵器呢？有人说，戈就是从像镰刀、斧头这样的农具发展而来的兵器。只要将其固定在长柄上，用它进攻，就像农民用农具一样简单。这对于世代耕种的秦人来说，上手再容易不过了。另外，当时的戈都是用青铜做的，在青铜等价货币的那个时代，做一支戈的花费远远少于刀剑，这样才实现大量普及。在战场上，步兵手持长戈，恰似抡起锄头，重击天将；车兵挥舞长戈，宛如在麦田里收割，横扫千军。当时没有任何其他武器可以像戈一样，既有强大的威力，方便使用，又造价低廉，利于普及。所以，只有戈才适合装备大秦横扫六国的百万之师，是2000年前真正当之无愧的致命武器。应运而生的戈是秦人最得心应手的选择，而在同一历史时期，罗马人也通过一次血的教训，找到了适合他们的武器。这里是古罗马决斗士学校，下面呢，我带大家去看一个秘密。And now there is the most famous sword. This is a gladius. It's a particular sword. It's very short. Please.这是一个罗马短剑。This is about 60 centimeters, and the heavy is 1 kilo, 1 kilo and a half. 历史上，罗马人曾经使用过各种武器，可就在他们自以为天下无敌的时候，没料想却被使用这种短剑的西班牙土著杀了个片甲不留。那么，他到底厉害在哪儿呢？It is easy to move and pull to me, so I can kill with the short arm.You don't kill me with a long sword. 这个剑，罗马人把它学过来，成了罗马军队近身格斗的一个有力武器。原来这种西班牙土著的短武器，正是罗马军团寻觅已久的克敌法宝。面对当时欧洲主流的长枪方阵，古罗马人吃尽了苦头。而经过在西班牙的失败，他们顿悟了破解之法，那就是接近敌人，以短克长。事实证明，笨重的长武器在近战中完全不敌灵活多变的短剑。当时这种反潮流兵器的出现，对于罗马的敌手们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威胁。
自那时起的千年帝国历史里，这种短剑便一直佩戴在罗马将士的腰间。 OK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有武器得心应手，才能在战争中发挥自己真正的实力。无论是大秦的长戈，还是罗马的短剑，古代东西方战士们都做出了最适合自己的完美选择，这是他们成为战场王者的不二法门。然而，要成就任何一支无敌铁军，只靠一件武器还远远不够。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是中国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在这里我找到了大秦军团最强杀伤武器的线索。这个就是弩机，这是弩机，这我认识。弓弦拉起来勾在这个钩牙上，然后这个是望山瞄准，瞄准，这个就是扳机了。扳机，有了弩的话，就射成了一个，保持它一个准确度。准确度，对，它是一个像枪望山瞄准儿。从弓箭发展到弩机，这是中国兵器的独特历史。最早发明弩并将它用于实战的，就是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而秦弩则是随着秦国的统一天下，成为了博采六国工艺的强弩。那么它的威力究竟能有多强？这至今仍然是个谜。我手里拿的这个枪，就是叫头枪，是罗马士兵的标配。The Romans said, "True, can use only one time. The important is where the spear arrive, or kill or not kill. The spear divided two parts. The enemy don't throw back. It's easy. Very back and after throw. Very back. Yes. More power is possible. Because it's too heavy and go across the shield." 相传古罗马的头枪之所以设计成一次性的，正是因为它的杀伤力极大，不能落在敌人手中之后再投回来伤害自己。那么它到底有多厉害呢？在冷兵器时代，论杀伤力是射手们统治战场的时代，而弓弩和头枪就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进攻体系。不必多说，我相信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让我们用真枪实弹来验证这些古代杀器的威力吧。这都是秦始皇兵马俑铺土的弩的那个资料上布置上的，费了不少功夫吧？得36天才把它做起。嚯，一个多月。虽说秦弩的制作工艺并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但是通过几十次的实验，我们今天终于能够亲身体验一把这穿越2000多年的实弹射击，我已经迫不及待了。那咱们试一试。哇，你这动作是绝章啊。对，你那尖小尖拉不动。好，把这个打一下。哦，这是那个瞄准器。中间这槽子。那中间这个槽。嗯，哎呀，射中了。我看。来。王师傅，这是个几何板？这是旧薄板。哇，射穿了。2层板都射透了。而且透过去1寸多。好家伙，这是实际上是18层的胶合板，这个力量绝对是够了。基本上古代的这个铠甲没有这个厚，也没有这个硬度。要知道这样的一击是等于在锋利的箭头上集结了10几吨重的力量，那射入的一瞬间简直可以无视防具，力量很大。还有三层、我能不能试试看看这3层我能不能射穿。不少历史记载中都描述过，秦军之所以能够百战百胜，就在于弓强箭快。每到战场，弓弩最先发难。多少六国战士也许从未见过秦军的模样，就已经命丧秦弩之下了。居然被脱靶！哎呀，射穿了！就我这个箭法也射穿了。哇，真是杀伤力很大，但是就是像我这样的人拿起来就能射，所以这就是他的一个很大的长处，他训练起来简单，所以一个农民一个生手马上可以上手，这太厉害了。
不难想象，在2000年前的战场上，秦军面对敌人万箭齐发，那一定是非常恐怖的时刻。而古罗马军团的投降威力又如何呢？在今天的陕西，有人专门复制了罗马的投枪，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古罗马投枪的杀伤力。虽然射程不如弓弩，但这种重型武器威力却毫不逊色。当投手使出全力，同样是厚实的三层木板，投枪没有任何犹豫，一击穿透。三层木板实际上它要比古代的盾牌还要厚一些。投枪是古罗马步兵的标配，他们在近身肉搏之前都会展开一番扫射，以无法防御的破坏力最大限度地杀伤敌人，如果被他击中也是可以一击毙命的。凭借当之无愧的最强杀伤力，冷兵器时代正是射手们主导战场的时代。这两种优秀的远程武器是东西方古代善战之师必备的军事手段，然而攻守平衡才是兵家之道，这一点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呢？古罗马的铠甲我们并不陌生，因为那威武的形象在今天的罗马城里随处可见，这可是意大利人的骄傲。我不禁好奇，古代的铠甲究竟长什么样子？古罗马军团又为何做此选择呢？进来以后呢，这里边像是一个罗马的兵器库。在冷兵器时代的战场上，铠甲越是厚重，就意味着防御力越高，更何况是这样的钢铁之躯。铁制的，我们来试一试。哦，这个铁围脖。Not in this way, yeah. This is good for baseball. Not for fight. You put in this way. 我们一直戴吧。You are like a real Romans. So in this way, the enemy don't take off the helmet because I try to take off in this way, but it's impossible to take off. Also, the Roman soldier used two kind of armor. This is very heavy. About very heavy. Yes, about 10 kilo.这个 is good for cut, but it's not protect about the heat. So this is another kind of armor. The name is Lorica segmentata. You can move the armor. Yes, you can move very easy, very easy to move, and you can move also in this way. 这样，the body 左右 is very good for fight. 一般的刀剑绝对攻不破这样的铁甲。这可是2000多年前全世界最好的装甲之一了，还是蛮上手的，这个状态相当有分量。这样，他手里边应该是拿着盾牌，实际上这就可以杀敌了。这种厚重的铠甲在当时绝对是欧洲顶级的，凭借着如此坚实的防御，古罗马军团才能每每面对强敌，却有着远远低于对手的战场伤亡，以钢铁之躯赢下众多大仗硬仗。其实之所以选择这样沉重的铠甲，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当时古罗马军团的战斗力虽然很强，但兵力往往不占优势，在旷日持久的征途中克敌制胜固然重要，待活着回来并为下一场战斗做好准备，才是他们从长计议的战术思考。这样看来，一套重装甲的必要性就不言而喻了。2000多年前的兵马俑身上也穿着铠甲，据考证，当年都是参照真实的物件做出来的。不过呢，它是泥土烧制的。那么真实的秦军的铠甲又是什么样子的呢？秦军对他们的铠甲有着非常独特的思考。我们看到这个铠甲，它实际上应该是一个陪葬品，是用石头的这个方块连缀而成。实际上呢，真正的铠甲呢，应该是用皮革做成的。穿戴过古罗马沉重的铁甲后，我更觉得秦军的这种鱼鳞状的皮甲的确单薄了许多。但越是仔细观察，我似乎越是能清楚地明白秦军当时的想法。用牛皮这一扎一扎这么排列下来，就是一层一层。所以就像我们生活中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切纸的时候，我们要把那个纸摁实了以后，这一刀下去才能切开。但是这个呢，它中间有这个缝隙，有空间，这样的话它对箭头还是刀剑也好，它有一种瓦解力。史料记载，这种铠甲的防御力并不低，普通的弓箭刀枪很难轻易击穿。
而且他们并不是用不起金属，而是另有战术考虑。穿那个青铜武士似的，实际上是很笨的。为什么是半身？如果再长，这个士兵他的活动就不方便了。秦国的铠甲就是相对轻便，包括这肩膀，它实际上穿上以后既轻便又活络。说起一个铠甲，它是一个防御武器，但实际上防御武器如果过分了，它会影响进攻。而这个铠甲方便作战，实际上也是有利于进攻的。兵法讲兵贵神速，在进攻策略上秦军更是如此。面对数倍于自己的六国大军，要想逐个击破，最重要的就是速度。这是秦国纵观全局的战术考量。而轻便的铠甲就是先声夺人、速战速决的关键所在。所以他们就是在和时间赛跑，只有轻装上阵，才能真正的做到以快制胜，完成属于他们的使命。两种古代铠甲的巨大差别，让我们窥见东西方不同的战略思想。重装与轻甲，不仅是武器装备的历史，更是强者们适用不同战场需求的智慧，是防护优先的意义，也是速度优先的目的。那么，早已做好准备的他们，又将怎样吹响进军的号角呢？独一无二的秦始皇兵马俑，以他排山倒海的气势著称。可是，在我眼中，却不止于此。也就在这儿，隐藏着一个强大军团排兵布阵的奥秘。那么，这些站立了2000多年的秦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顺序排列呢？纵深长是230米，宽是62米，应该有11列，11列、12列，纵横排列。秦军作战，从军事角度来讲，这个纵深的阵势，远距离、中距离还近距离。作为这个阵势作战呢，我们可以看，主要是远射程就是弓弩手扫过去，弓箭，然后就是士兵在战车的这种率领下突击，然后其他士兵啊，这就收割手级。我们知道这些兵种之间攻击的速度是不一样的，这就说明秦军有自己的作战节奏。那么，通过兵马俑的排列顺序，就可以复盘出当年秦军是如何上阵杀敌的。当他们刚刚出现在地平线上，第一波漫天的箭雨就已经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了。接着，不等敌人重整旗鼓，战车部队就会迎面杀来，打开突破口，然后咆哮着的敢死队马上杀入敌阵，展开肉搏。用不了多久，庞大的步兵方阵随之推进而来，将疲于应战的敌军残兵包围歼灭。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气势是很大的，可以说代表了战国以来中国排兵布阵的最高水平。大秦军阵的特点就是极端强调进攻，以密集的轮番攻势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但是他们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套阵型呢？其实历史早有答案。秦国当时奉行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面对分则弱、合则强的六国之师，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逐个击破，绝不能久战不前，留给敌人联合反击的机会。所以极端强调进攻的阵法，就是大秦帝国能够打破僵局的最佳选择。而同一时期的罗马人又会有怎样的阵法呢？要弄清这样的问题，也许还得从一件防具说起。那么首先我们看到的，这就是罗马人使用的盾牌，方形盾牌。他们当年就是拿着这个去战斗。盾牌是拿来防身的，可是如此巨大的盾牌并不多见。那么他们有什么独特的用法吗？那么下面就请这几位朋友给大家演示一下。比肩接踵，互相依托，利用巨大的盾牌组成一座移动的堡垒。这些小伙子们说，这就是传说中的龟甲阵。那么在古代战场上，龟甲阵真的管用吗？相传
这种阵型曾经让罗马人的对手们非常头疼。龟甲阵做到了全方位防护，不留死角。训练有素的士兵任何时候都不惧怕弓箭刀枪，甚至更有龟甲之上能跑战马的传说。通过交流，我发现古罗马军团虽然也是多兵种组成，但步兵方阵永远是绝对的主力，最多时兵力要占总人数的90%以上。当进攻开始的时候，成百上千的龟甲阵根据作战需要，可以组合成不同编队的阵型，以整齐划一的速度稳步推进，向着敌人扑面而去。哦、like this. This is horse. 这种阵法就是先用最大防御力化解敌人的攻势，再步步紧逼，直到包围歼灭。这就是龟甲阵。可是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阵型呢？我将去古罗马军事百科全书《罗马军之论》中寻找答案。在这本古籍中写着这样一句话：为了保护自己，士兵们把盾牌聚拢在一起。原来龟甲阵也是从苦难中磨练出来的。历史记载，罗马兴起之初，根本无力与强大的敌人对攻，所以只能被动地摆出防守反击的姿态。没想到这种打法却异常奏效，屡战屡胜。他们就是在无数次瓦解敌人进攻的基础上，成为了笑到最后的胜利者。可以说，极端强调防御就是罗马征服西方的强大战术。攻守之道变幻莫测，两种截然不同的阵法是东西方各有所长的军事智慧，也是进攻与防守的战争艺术最为极致的表达。不过，也许一件古代的秘密武器就能够改变这一切。